Hello， 欢迎回到第二部分的激流山姆。那我们就继续把这个玩完吧。真的上集玩的有点非常生气，但是那个生气是建立在我已经玩那么多次还可以失败那么多次的挫败感上。好，这边一样潜行，因为这边也没关卡可以打。然后差不多再走到前面一点，然后停下来，叮，然后等他一个回转。他脚很可爱，才怪，他烂透了，我最讨厌他了。没有，我不讨厌的，只要你打到我就很讨厌。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你看我现在摇杆有问题，他每次都会自己那边乱走路，一定是玩这个游戏按太多防御。他防御要那个推，要一直推嘛，推左边的那个蘑菇头，可能是我推太用力了，玩太不爽了，然后导致他现在可能有点小漂移。Not cool, man。不过幸好的是我还有第二个摇杆，这边要先砍这个啊，他掉钥匙。当然不是主要钥匙，是那个隐藏关卡的。在这边要走回头路，我们刚过来的。这边有钥匙。镜头给我乱走，避免被他们打到，不要再转了，靠腰哦，傻小啦，你有看到有多夸张吗？等一下，靠北是怎样？干，你能不生气吗？刚才什么画面啊？耶、yeah, ！打了五分钟打过来，怎么可以打那么久？不想受伤真的好难哦。你们看到我刚刚那个画面，多会转啊！我锁定一个敌人，他在啊转的电在哪里？你的电我完全看不到在哪里，真是史上最烂哎！我都会这样抱怨的，我就不信没人会这样抱怨。容忍度已经很高了吧？好，这是最后一个 VR 任务了，也是我觉得最简单的，跟第一个一样。横向卷轴关卡，叮叮叮叮叮叮，一定要拿 BP 啊，就是那些钱、啊，不拿就会那个不好、啊。然后不能杀人，然后就往下跑，然后都不要管那些敌人，反正就一直跑就好了。除非等下运气太不好，然后被扁之类的。那这边会一只鸟鸟，混蛋，去死啊！好，能拿到一个也不错，能拿到一个那个斩夺的那个他们的那个体力，因为这个也有算分数的。然后有两个，好发大财了。好，但是把那个不杀拿到。然后不杀的那个积分方式就是不杀人类啦，然后这边也不能掉下去哦，掉下去也算那个受伤了，虽然没有扣血，但他算受伤，超怪。然后这边有火箭炮，我们就一直跑就好啊，不跳啦，然后我们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就一路跑到这个下面，然后他就撞不到我，然后我们再跳上去，再跳过去，然后就结束了。如果那边急着跳上去，会被那个星星的那个老二撞到脸。耶，一次过 ，nice。每一次过我都想吐了，就是我都觉得自己好烂。好，这边是死星星。好爽，好爽啊！1v1怎么可能赢我啊？叫点兄弟吧，你废物！
然后等一下会有两台小型 Metal Gear， 然后有烟雾弹。我刚刚是有提早拿，在那个影片开始的时候就这边拿，然后这边可以再拿一个。如果你想多周目的话，可以提早收集。不过这整关其实一个就够了，就这整个那个山姆关一个就够了，要打这个里面用的。这边算也蛮简单的，有道具其实简单很多。我前面基本上没用啊，除了那个 VR 关，那太靠谱。不过那个用了好像也没什么，也没什么用啊。因为最后还不是也扣一堆血，那打不痛那个。耶、没有战斗，靠腰嘞，怎么那么低分呢、啊？我知道为什么那么低分呢、啊。好，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低分呢、啊，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低分。怎么只有 B 啊？是因为要斩夺吗？我这之前没斩夺也有分啊。好，看来不拿就差很多。可我之前不拿也是有 S 啊，什么烂东西啊？怎么跟刚分差那么多啊？刚四千多是怎样？我已经不想再去注意看那些细节。好，接下来就是要准备打 BOSS 了，已经没有 VR 关可以烦恼我了。你知道重来对最多次的是 VR 关吗？因为 VR 真的是比这些小关还难呢，快吐的那种。VR 关怪太多了，运气成分有点高啊。重来重玩次数也很高啊。好，这边会有那个 Helicopter Helicopter， 慢慢一个一个打。这边也蛮简单的，你说砍不到很靠北，就是每次会飞的都超级难砍到，平砍是吧？你开那个刀刃模式的时候，它就超远，然后都碰不到，真不知道为什么。好，这边回去还有四个大锤男可以打、啊，哇！靠，没出现，没出现就重新开始。好，这边有四个大锤男好汉可以打，前面三个，后面一个，先打后面的吧。啊，等他们过来再锤也可以啊。不过我之前打那个小型 Metal Gear 的那个关啊，也是一个锤男这样子啊。啊，那时候他那个攻击就消失超快的、啊、，YB 消失超快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游戏故意在搞啊。玩游戏的运都特别差。好，结束了，每次都是6400分。不过这不是重点，有 S 就好，我不是来拼分数的。我要边讲话边玩呢。如果我是那个称职 Speedrunner， 那这是一定要做的。边讲话的话了。Sam， thanks for coming in。学家大哥。Your game, Armstrong, gonna talk me to death? Like I said, son. Interview. Time for your final interview.看到你，我的心就好灼热哦。相扑。好臭啊！好臭一脚。我开始蹦迪。能量 跟那个雷电那个一样，要吸了才会变强，要不然刚山姆直接冲过去砍他就已经死了。你什么时候爆衣的？现在连脱衣都没有了，变帅了。Come on, come on, let's dance, let's dance, yeah.这边有一个重点啊，
一定要捡那个后面那个补血，然后这边也会重来很多次，所以等一下可能会不想换。好。这边打到50%，他会接第二段。然后最难难度是砍一刀，他就会直接开那个变强模式啊。然后这第二阶段，他再开更强模式。这边主要打他打得快就好了，然后还要捡那个补血的，因为要捡钱的。没捡钱的话，就什么都没有。能捡到最好了。哇，冲完了快20次都没成功，那不管玩几次都要冲来好多次哦，这真的是有点太难了，要不然就是我太烂了。不过这么烂还过得了吗？我是觉得我自己蛮厉害，这边不能按错，这边那个按键是随机的，这边就不是了，这边是耍帅环节。他第二段主要很烦，就是他会一直冲刺撞，那个冲7到9次吧，6到9次，超多的哦。现在也是，要不然很难过。那个 BP 一定要减啊 ，BP 没减，我之前15，然后没加半分，然后 B 还是 A， 然后 A 好气死，好看终于动画，嘿嘿，没事啊，你录取了，宝贝。这才是男人要的面试嘛！We could use a man like you, Sam. Organize violence, waging war as business. We're gonna put an end to all that bullshit. Maybe I misjudged you. 跟雷电说一样的话，然后再 fuck you. Will you lend us a hand? A hand, eh? How about I take yours?头太硬了，人类被这样纳米科技揍还没事，蛮屌。看到细节了。先故意让他撞，然后完全没事。超爱砍手。这个脸很扭曲。现在换你给他一只手。那那么逊善。先让他松懈下来，比较扁。
好好高科技。Losing a limb or two won't stop us。要等到一个机械忍者怪人来阻止你。Welcome aboard。啊，我的惯用手段了。真是个好笑笑话。这样根本握不了手啊！而且阿姆斯壮伸右手，左手怎么握？很靠北。这边握手，他是要握那个山姆的手背啊。38分还行啊，至少40分呢。从游戏里面啊，但是游戏外我从来时间已经两个多小时了，两小时了。然后 S 好很好，没漏半关卡，真是太棒了。漏的话就漏尿了，不过比雷电那个好一点，那个是整个漏尿，直接穿尿布。好，然后这段我自己看完，然后等一下跳过，然后花手机时间。哦，回到那个本传开头了，微笑山姆。大屁换了一只好用手，这样算是有比刚刚还强吗？因为他机械手哎，出力跟雷电差不多，那个力道出来的速度应该跟雷电那个在改造后是差不多，那个都几公吨的，千吨吧，他们都搬雷电都搬得动 Metal Gear， 还有超级 Metal Gear， 耶、yeah, ，太好了，40分钟内，最要更快就是直接不玩 VR。好，那我们玩完了，还有一个刀郎，我会再看看哈，看看别人怎么玩的，然后再模仿，然后模仿不来就一直死，但是还是过得了，没技术只能拼命练。啊，好吧，反正每个游戏就是这样，什么白痴话。好，那我们这游戏就到这边了，那我们就继续拼其他游戏。好，再见，人中之龙，拜拜。